我现在打算告敏慧故意伤人。哎呀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能判多久啊？心能有兴趣当我的证人吗？程总说笑了，敏慧只是自卫伤人，警察来了，抓谁还不一定呢。有了靠山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欣琪，我一直想问你啊。 你到底是怎么把敏慧搞到手的？用钱，还是笑呢？我不管敏慧是怎么勾搭上你的，但是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接近你，只是因为你的钱吗？怀疑过，我甚至还为此伤害过她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。程群啊，你口口声声说喜欢她。 可是你的感情根本就不叫喜欢，你只是想占有他。当然，我也一样，嘴上说着喜欢他，却是伤害他最深的那个人。我和他之间深爱过，也恨过，所以未来的日子，只要我心情还活着，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他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所以你别逼我。 现在为了他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今天来既然是求我的，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？谁说我是来求你的？你想要报警可以没问题，我会帮他请全冰城最好的律师，连带你们5年前性骚扰案件全部重新调查一遍。只要出证据，立刻起诉你。没找到证据也没关系。 我会把这些事情放到网上，让大家去评判。啊，对了，听说郑邦国有意让你接班了，你说他听到这种丑闻，会不会改变主意啊？你威胁我？没有，怎么会威胁你呢？你现在受的伤。 比5年前敏慧瘦的微不足道。走了，慢走啊，老板，你终于熬出头了。不走了。 程总早点休息。刚刚去哪儿了？你耍起霸道总裁的威风来，还挺帅气的。 你去医院了？嗯，我都听到了。谢谢你。那你应该相信我了吧？我答应你的事情，一定会做到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啊，就总是回想起5年前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候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这棵树什么时候能长到那么大。 其实仔细追究，是我先认错的你，但是却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在你身上。明慧，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说过，只要时间够长，最后留下来的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。看来是真的。或许和时间。 没什么关系，痛苦还是美好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境。明慧，相比于5年前发生了什么，我更在意我们的未来。我不会让自己一直活在过去，你也不应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该一直活在回忆里，就像程启让的事情一样。
都该过去了。那天啊，收拾你房间的时候，在你床头发现了这个。心情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给我戴上。睡会儿，再抱一会儿。心情，你真的得起来了。嗯，起来了，真的起来了，快点，快起来！干嘛呀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全全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全全。这个问题呢，你得听爸爸跟你。你们两个一起睡觉，为什么不带我？还把我扔给姑姑？哼！啊，我们三个再睡一会儿。不行了，不行。敏全全，你上幼儿园要迟到了啊！没关系，爸爸一会儿开车送你，绝对不会迟到啊！你不能这样惯着你儿子。我儿子，我惯着怎么了？惯着是吧？谁都别想睡。都不许给我睡！不用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全全，爸爸，全全，上幼儿园去了。爸爸，再睡会儿。嘿，小坏蛋，走，穿鞋。好香啊！快吃早餐，一会儿全全来不及了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儿子选的，有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，气色都变好了。那谢谢你啊！来，快走。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。嗯，你说。今天我陪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。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？收拾你和全全的东西啊。难不成你还准备跟我两地分居啊？我觉得啊，就算是情侣，也要保持一个私人空间吧。我没有打算搬过来跟你住。你说真的呀？真的啊。而且，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看起来没有问题啊。哎，其实这两天。心脏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哪儿不舒服。是吗？心奇，别装了，你快给我吃早饭，我要上幼儿园嘛。上幼儿园了。儿子，上边上出去啊！爸爸在这说正经事呢，快去。不要不要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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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圈圈，要谁喂？爸爸。爸爸喂，爸爸喂。拿错了，那个搬过来吧。快，儿子自己拿着吃，好吗？不行，求你了，不行，快点吃，来不及了。